MIT 面膜再度争光，开价药妆面膜品牌头一回参加世界品质评鉴大赏，就拿下不错成绩，从3000多件商品脱颖而出，一口气囊括2项金奖和2项银奖，也成为台湾美妆获得金牌最多的品牌。We will make sure that scientifically, so we will run laboratory tests to make sure that what the product contains will actually verify the claim.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nsumer is reassured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and that the consumer experience is good. 能受到评审团青睐，靠的就是品牌15年来对自家面膜高品质的要求。如果利润跟品质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会决定的是在品质这一边，而是牺牲利润。所以我们东西虽然卖得不贵，但它的品质确实是世界级的品质。生产过程每道都严格把关，面膜从研发到上市至少得通过半年考验。然后我们也自己也成立了自有的实验室，然后从实验室里面我们去研发符合台湾女性的配方，还自创实验室，透过严谨研发技术适时补充营养，改善肌肤干燥暗沉。不止面子问题，就连足部也顾到了。美妆品牌努力深耕多年，首度出击就创佳绩，也再度擦亮台湾面膜王国这块招牌。三选综合报道。